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86面，386面，第五行，第五行，最后一句。论诸又曰：不可思议力者，总指彼佛国十切种庄严功德力。我们在参阅天亲菩萨的往生论，论中总说了29种庄严，依报17种。我们学到第16种大义门庄严，净土是大乘善根界，界是界限，他是大臣，他不是小臣，不是全教，不是凡夫。大臣的性质是平等的，一切平等清净，无嫉贤之名也，又无女人与六根不拘者，即二乘，于一嫉贤实体。这个地方呢，不太好懂。我们看谭鸾大师的注解，注解里面说的呢比较上清楚，注解里头说，庄严大义门功德成就。菩萨了，完全是用偈颂来解释的。偈言，大乘善根界，等无嫉贤名，等是平等。女人即根雀，二乘中不生。净土的果报，立二乘嫉贤故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二乘人，也没有女人。女人到那个地方，全变成佛了。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了。二乘到那里都变成菩萨了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平等。无论是三途这个四途三杯九品，不管你是哪一个层次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得平等身。身相完全一样。
待遇完全相同，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。啊，十方世界都有差异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有女人，有根雀，有二乘。啊，十方诸佛刹土，差不多都有。啊，西方世界确确实实没有，这是实体。啊，非但呢没有这三种体，啊，这三种就是女人、根穴跟二乘，没有，连名字都听不到，啊，所以乃至不闻二乘女人住根不具三种名故。名利名即现，等者平等一相。这一句非常重要啊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真的平等啊。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的能所显示的殊胜境界，众生普为大乘之萨埵，萨埵就是菩萨啊。什么样的菩萨呢？第二十愿里头说得很清楚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平等的。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，超出十法界，这一位平等也。大义门者为净土为通大乘义利之门户也，这说得很好啊。所以净土是大义门呐、啊，大乘义门呐、啊。啊，义这个字在中国，它所表的是合情合理合法，这叫义也不义，那就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，这叫不义也啊。现在这个社会符合道义的事情少了，所以灾难才多啊。如果都能够接受圣贤教育啊，圣贤教育，你看代表中国传统的儒家孔孟啊，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。孔孟所代表的就是仁义，仁者爱人呐、啊，义者如理，合理啊，决定不违背礼义啊，如理如法。啊，这是三代之后
啊，三代是指夏商周。啊，从汉到满清，中国这个社会是以礼义治国，以礼义来平天下了，啊，让这个整个世界的秩序和谐，靠这个教育，啊，大乘佛法是真诚慈悲。真诚是礼啊，人人都能以真诚心生活，以真诚心去工作，以真诚的慈悲心待人接物，这是大乘义理之门。啊，那么净宗确实是大乘义理之门户啊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大乘义理门，弥陀法愿不是空愿，愿愿都通过无界的修行，它兑现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愿愿都落实了，那就太难得了啊！啊，和谐的根源就是平等，没有平等哪来的和谐？极乐世界一切平等，清净没有染污啊！自私自利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，五欲六尘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极乐世界完全没有啊！啊，所以称为清净国土。这是超胜设法诸佛国土，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它是怎么造成的。为什么这个国土这样美好？我们能不能做到？
我们能不能向释迦牟尼佛这个向阿弥陀佛学习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当然可以。你细心观察，佛时时刻刻给大家做榜样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广大而没有边际，但是阿弥陀佛无处不在，阿弥陀佛无时不在。时时处处啊，给大家做最好的榜样，身教啊，讲经、说法、教学。从来没有中断过，在十方世界戒引众生，要知道戒引众生那个阿弥陀佛是化身佛，阿弥陀佛的本身呢，没离开讲堂，还在那里讲经说法。哪个地方众生成熟了，要来往生了，化身去的。如果阿弥陀佛本身去的，他忙死了。十方世界那么多人往生，他怎么，他哪有那么深，那么多身去接引呢？化身。无量无边的化身，化身从哪里来的？众生感应来的，众生往生的缘成熟了，他就看到弥陀化身了。真往生呢，不是假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到极乐世界也进了阿弥陀佛的大讲堂，那个讲堂上有你的座位，就跟七宝池往生的莲花一样，往生的莲花有你的名字，讲堂也有你的，也有你名字，你不会做错的。秩序好啊，一点都不乱了。末后一条，第十七，一切所求满足庄严。这一条是在讲太殊胜了，这十七种庄严全是讲依报，那依报就偏重在物质上的需求，你所需要的没有一样不满足。完全是变化所作，没有人设计，没有人在那边制造，
你想要什么东西，东西就在眼前，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，无需要收拾，不需要储存，你说你多自在。跟这个地方生活完全不相同西方世界没有一丝毫操心的事情，这是教导我，这个世界不能不去。禅能大师的记者说得好，众生所愿要，一切能满足。医报，我们看到此地。下面再说正报。正报有12，分2种。佛有8种，菩萨有4种。我们现在先看佛的8种。第一，坐庄严，无量之大宝王，微妙之净化台也。这个坐是什么？座位也。极乐世界的人没睡觉的，所以他没有床。坐呢都是莲花坐。莲花。莲花当中的莲蓬那就是台。这个地方叫净花台，就是莲蓬。无量珍宝所成。这个世界没有不但世界没有，天上也没有欲界天、色界天都没有，乃至于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他们也有宝座，跟西方世界比就差远了。我们记住一句话，极乐世界平等，跟谁平等呢？跟阿弥陀佛平等。如果我们的化作比佛的他化作次一等，不平等了。我们的相好跟阿弥陀佛差一点，那也不平等了。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呢？在他方世界决定是不平等。为什么不平等？你每个人修行的功夫不平等的，你得的果报怎么会平等呢？极乐世界为什么会平等呢？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这样得到平等，不是你修的，是佛阿弥陀佛修的，阿弥陀佛修的福报给你享，这么个意思你说佛的恩德有多大？
啊，自己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时间长短不定。啊，有人时间短，有人时间长。把自己的烦恼习气统统断尽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所现的是自己的。自己的这个福德现不出来的时候，是完全是享受的是阿弥陀佛的。啊，到自己的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，那就平等了，跟阿弥陀佛真平等了。住在哪里呢？不住在十宝庄严土，住在常寂光里去了。到常寂光，理事都平等了。啊，在十宝土，也是理事都平等。理没话说，那自信的啊，事的平等，这是得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无比的殊胜啊。第二，深夜庄严，相好之光一巡，超于色相群生啊。深我们讲身体，身的体质，金刚不坏身，啊，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，阿弥陀佛，自摩真金色身。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身光一巡，啊，每个人身都有光啊，这个一巡是常光。啊，我们这里供养的佛像，华严三圣。啊，这个画家画的佛顶上的圆光，也是常光。除圆光之外，应该佛的全身都有光。啊，我们看古人的画佛，有些画出来了，也有只画顶上圆光。啊，身光就省略掉了。啊，超于色相，十方世界，报身应身化身都有色相，
发生没有？啊，超过他们了。啊，这深夜的书生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健康长寿啊，啊，无量光无量寿啊，啊，第二是口业庄严，如来微妙之凡响闻于十方。如来的口业，讲经教学，讲经的方式非常之多，啊，随开口、出声，微妙之极。无论出什么样的音声，音声都是清净的，清净音凡响，啊，凡就是清净，音声里面充满了智慧。充满了德能相好，啊，听到佛的音声，说话的音声，赞颂的音声，我们一般讲，哎，歌唱的音声。都能帮助一切众生消业障、增福慧也。如来的口业，身口意三业，我们都要学习。他在给我们做示范。啊，这样殊胜的果报从哪来的？清净心来的，平等心来的，真诚至善慈悲心来的。啊，绝不嫌弃一个众生，这是我们要汲取的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，你怎么可以轻视他？啊，这个众生造作极不善业，堕在地狱，堕在恶鬼，便能出生了。啊，菩萨见到他们，一定合掌恭敬称他菩萨。我们凡夫不知道啊。这是应当学习的。啊，对待恶道众生都这样的尊重，那对待人天更不必说了。
人中的恶人，菩萨都善待他，都尊重他，都恭敬他。啊，他有一点点小的善行，都赞叹他。啊，造极重的恶业，不说，不放在心上。换一句话说，绝不损害自己的清净心。如果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的心上，自己的清净心就损坏了。啊，做再多的好事，也不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，心就被染污了。啊，我们要常常记住《六祖慧能坛经》上一句话：本来无一物，做再多的好事，本来无一物。你的心呢，永远是清净平等觉，那就对了。你是佛心，你是菩萨心肠，菩萨心肠就是本来无一物。啊，做再多的好事被人破坏了，也无动于心，没事。啊，好事对众生有利，被他破坏了，众生没福，没事。啊，绝对不能叫自己心动摇了。啊，好事清净平等，坏事也是清净平等。其实好坏都没有啊。这样呢，就与性德相应了。啊，性德是三轮体空。以清净平等觉，行六度，修六合，学普贤十愿，弥陀四十八愿。乐此不疲呀！啊，修学的时候心要清净，决定不能有染污。啊，凡夫修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他有染着。啊，做了一点好事，念念不忘。啊，别人对得起、对不起他的事情，怨恨在心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啊，所以自己修学永远不能成就，清净心不能现前。为什么？他没放下。万缘放得下了，清净心自然就现前了。
是微妙的口业庄严，应当要学习啊！身业庄严可以要学习。第四个是心业庄严，你看，通常我们看的身口意，此地不是意，此地是心。为什么？二维越智菩萨没有意了，意是阿赖耶里面的，菩萨已经转世成智，所以意没有了。意是莫那。第六叫意识。第八叫阿赖耶，都没有了。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，莫那变成平等性质，意识变成妙观察智。给诸位说，妙观察就是无分别了，平等性就是清净，不染着了。大圆净就是大彻大悟。我们经题里的觉转大圆净成了觉了，转这个摩那的成平等，转第六意识为清净，清净平等觉。然后身与意都能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。所以这里没有意义，讲心业庄严。心真心啊。通地水火风空与无分别。地水火风空，楞严经上讲的七大了，这里讲过五个了，七大，后面还有个见识。七大这个地方虽然只说了四个，实际上把后面两个也包括在里头了。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修的就是七大里面的见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见大，弥勒菩萨修的是十大见大也叫根大。这些东西有没有啊？相有。心无，事有，理有，
所以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。可以用它成就无量无边的庄严功德庄严，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可以控制，不可以占有，你可以受用的，你一占有一控制错了，你的烦恼起现行，你就会堕落了。于是我们要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应该把什么呢？把我们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，把这个世间看成旅馆，旅馆里面所有一切设施供给我们方便，我们都可以享受，不能占有。他不说话的，不能占有啊，不能控制，一切要随缘。这样在这个世间生活，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，你就会非常快乐啊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好啊，得到很好，丢掉也好，一点都不操心呐。这叫什么？世间人叫神仙生活。我们学佛的人是菩萨生活，生活的快乐，有没有都快乐啊？世间人苦，有也苦，没有也苦，没有想得到，有了又怕丢掉。所以有没有都苦啊？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有没有都快乐，这最高的享受。更进一步，有要布施，要帮助没有的人。没有绝对没有需求的心。明天没有饭吃了，今天还是非常快乐。不放在心里。心里头念佛人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。心意庄严与极尽相应说的前一点，与定慧相应，心是定，定生智慧。第五，大众庄严，彼土之人天圣众，皆成就大乘善根，由如来清净之智海而生。大众，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，
极乐世界没有原居民，那要说原居民只有一个人，阿弥陀佛，这极乐是他创造的，是他建立的。第二个人都是移民过去的，移民是有条件的，这个条件就在经题上，清净平等觉，重要哦。经里面佛说的很多，心净则国土净，他那边是净土，你心不清净不能往生。所以清净心生凡圣同居土，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，觉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觉，生十报庄严土。这个要懂哦。准备往生了，就要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全放干净。只要有一桩有牵挂的事情，就去不了极乐世界。全放下了。所以把身边事情通通要交代清楚，处理干净。没事了，这个时候就能自在往生。念佛往生，过去，诸位看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比例最多的出家男众，第二个出家女众，第三个出家男众，第四个出家女众。为什么呢？除了在家女中啊，情执太深了，太难了。出家真的一切放下了。现在啊，世界变得颠倒了。现在这个世界，你看看往生的人，往生现在比例第一最多的在家女众，第二呢在家男众，第三个出家女众，最末尾的是出家男众，颠倒。问题不是别的，就是真放得下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
在过去，念佛法门容易修，容易成就。在现在，这个法门也很困难。李炳南老居士常常感叹，念佛的人多，真正往生的人很少。以他自己创办的台中莲社来说，他说过很多次，10000个莲友当中，真正能往生的3-5个而已，真难呐！为什么放不下了？对极乐世界虽然也很欢喜，也很仰慕，但是没有信心。到底有没有啊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一个疑问障碍了往生了。纵然像打赌一样，我拼命念，真能往生呢，我就中奖了，不能的就算了。抱这种心态的人念佛往生有没有？有，生到极乐世界遍地已成，也不错。遍地已成一般住500年，他才能够真正相信，不再怀疑了，那他就入下下品这个地位了。入下下品也是阿惟约之菩萨。所以遍地已成都非常可贵。他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如果怀疑，又怀疑，不肯干，那这一生的缘就错过了。那叫真可惜。往生的人，这后头这一句说得好，借成就大乘善根。弥陀真经上说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三个条件不能成就，那就不能往生。这三个条件成就了，佛知道，你不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知道。为什么？你每天时时刻刻起心动念的信息，阿弥陀佛全都收到了。只要居住这个条件，你还没有动念头求往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已经来欢迎你，来通知你。为什么？你符合他的条件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。那你要是在有心求生极乐世界，有心
求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个感应不可思议。由如来清净之智海而生，这是弥陀加持你。佛光照耀你，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！所以四徒三辈九品殊胜平等的庄严，第六第七都是说的阿弥陀佛上首庄严，阿弥陀佛与净土为上首，如须弥山王甚妙，无有超过者也。以须弥山王来做比喻，王最大的最高的，在一切山当中这个山最高最大，殊胜微妙，一切群山没有能超过须弥。用须弥来比诸佛如来，表阿弥陀佛佛中之王。上首成就，第七个是主庄严，主是教主，在极乐世界主持教学，就好比一个学校的校长，阿弥陀佛为彼土之教主，天人丈夫之众，恭敬瞻仰也。天人是六道里面两道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天人，他没有三恶道，极乐世界没有恶鬼地狱出生，也没有阿修罗，同居土里头只有天人两道。丈夫对声闻缘觉菩萨都可以的，这一些大众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居住在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，这一些大众对教主恭敬瞻仰没有恭敬就学不到东西，
啊，你所学习的成果，与恭敬心绝对是成正比例。啊，升到极乐世界，具足恭敬瞻仰。那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，想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心里想去，那没有恭敬瞻仰怎么行呢？不是阿弥陀佛不欢迎你，阿弥陀佛欢迎，希望你早一天来，早一天成佛。啊，而是我们恭敬心生不起来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所谓的劣根性太严重了。表现在外面呢，粗心大意。啊，表现在哪里？对父母、对尊长，不知道恭敬了。所以对老师、对佛，就又次一等了，没有放在心上。于是，不认识善知识。啊，遇到善知识了，当面错过，不知道向善知识求道啊，求学啊。不知道啊，啊，善知识教学有缘，参与他的道场，在道场听他讲经教学，没听进去。啊，听了很欢喜，出了讲堂就忘掉了。过个三天五天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这怎么能成就？古人读书讲变数，从小训练，六七岁上私塾，老师督促你变数，啊，教你读。每个人程度不一样，所以进度不相同。啊，古时候的标准，啊，是课文展开，
你能够念多少行？啊，一般。上根人，啊，很聪明，记性很好的小孩，可以念500字。标准是什么呢？500字这一篇课文，你念10遍就会背，以这个为标准。啊，这是上根。中根的呢，300遍，300个字；下根100个字，啊，100个字，念10遍会背，下根。啊，中根念300个字，10遍会背。会背之后，老师督促你念200遍，背200遍。为什么？不会忘记啊！啊，到老都不会忘记。啊，现在人不喜欢读书啊，喜欢看电视、看光碟也行。光碟如果能看上10遍，你能记住上根。20遍能记住中根，30遍能记住下根。我给诸位同学说，我是下根。啊，我得到一片好的光碟，我不会少过30遍。为什么？你才有真的有印象。才能记住啊！记住之后，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啊，依教奉行啊！对我在日常工作当中啊，他提供我反省。提供我改过自新呐，没有30遍印象不深刻。啊，最重要的还得常常温习。我们才能真正的受用，所学的东西不能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没用啊！要真学，要真干，啊！所以对于老师、教主恭敬瞻仰，我们能做好了也给别人看，让别人懂得孝养父母，尊师重道。懂得的人多了，做到的人多了，这个世界就有救了。第8，
不虚作庄严。啊，不虚作就真干呐、啊！阿弥陀佛带头啊！观音世智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！啊，观音菩萨的慈悲，大势至菩萨的理智，啊，慈悲要用感情。就是古人所说的慈悲多祸害啊，感情的慈悲可不得了啊，溺爱宠爱肯定出毛病啊，所以大师之教人理智不用感情，用智慧啊，智慧的慈悲才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啊！这称西方三圣，即清净即灭，一尘不染。阿弥陀佛代表从体其用，一个慈悲，一个智慧。观音代表慈悲，大势至代表智慧。啊，华严会上华严三圣当中，毗卢遮那佛代表自信，清净寂灭；文殊菩萨代表智慧，普贤菩萨代表慈悲。从一体起二用，两位菩萨代表二用。一个是福，一个是智。啊，福慧双修啊。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愿力不是虚设的。啊，欲知无空过者，啊，你要是遇到一定的利益，但是要记住，没有恭敬心得不到利益，你就空过了。如果你有恭敬瞻仰，没有不得利益的。啊，得利益多少，就是印祖所说的。你有几分沉浸心啊？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！也就是说，你有十分恭敬的，你能够吸收十分，接受十分。你只有两分恭敬心，你只能接受两分。在自己，不在老师。佛法里说，老师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不一样。众生得的不一样
啊，所以佛菩萨的法音是圆满的。啊，众生能得到多少，是他自己福慧不一样。从恭敬能够体会到他有多大的福慧。啊，有时候老师会特别照顾他，给他做增上缘，帮助他快速长成。必能令速满足功德之大宝海。上根人呢，也就是有十分恭敬心的人，啊，佛菩萨必定能帮助他早一天圆满他的功德，成就他的福慧。为什么？他会跟佛菩萨一样普度众生啊！这个世间人迷得太深了，偏邪太过分了。如果不回头，可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就会在这个时代断掉了。佛法灭了，传统文化亡了，这个世间的人就苦了，啊，非常非常痛苦。人在世间，失去了伦理道德因果，他会无我不作，无所不为。这个社会整个就乱了，啊，那灾难跟着就来了。啊，我今天还听到一位日本同学打电话告诉我，他居住在这个地方，当地的官员跟大众说，啊，灾难是由于人心的不善，这话是真的。这是真实智慧。那么化解灾难没有别的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
灾难可以化解。后面我们看菩萨四种庄严。第一，不动本处，遍知十方，供养化身庄严。诸位要记住，这极乐世界的菩萨不是普通菩萨。这个二十九种庄严全讲极乐世界啊，前面八种都是讲的阿弥陀佛啊，赞叹老师的庄严了，我们应当学习啊。那么这个四种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，你看不动本处，他们自己的身体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天天在阿弥陀佛身边听阿弥陀佛的教诲，但是又能够啊遍知十方啊，供养化身，教化众生啊，到十方呢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，分身去的，在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，啊，所以他们分身到他方世界去拜佛，啊，去供养佛，修佛宝，听佛讲经说法，长智慧。啊，同时遇到有缘的人，也帮助有缘人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我们看第二条也是这个意思，说得更清楚，一念也是遍知佛慧，利益群生庄严第一，着重在供养；第二，着重在佛慧。啊，佛慧是什么呢？诸佛如来教学的讲堂，大家聚会在讲堂听佛讲经教学，利益群生庄严，注意那是一念一时一念，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一时，也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时。极其微细，佛在哪里？我们今天明白了，
遍法界、虚空界，无处不在啊，无时不在啊。极乐世界的这些诸佛菩萨，法性身呢，它不是我们这肉体。它没有体积，它不占空间的。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。啊，佛菩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场所全知道。喜欢想听听哪个法门，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。这个不是五十三，十方世界，每一天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。极乐世界菩萨一天所学习的，我们十个大劫都学不完，他一天就能圆满。有能力分身，有能力一念一时周边法界。还原观上所说的，第三，一切世界赞叹诸佛庄严，这是菩萨们。在一切诸佛刹土，礼敬诸佛，赞叹如来，广修供养，这是普贤法吗？做给那个世界众生。带着他们修啊，众生在凡圣同居土为什么那么可怜呢？不知道修福啊，菩萨带头做给他看，不做给他看他不相信啊，菩萨才不是，法不是，无为不是。菩萨所得的果报，财宝丰足啊，智慧广大了，西方世界人寿命无量。个个修无量寿啊，修无微不至啊。我们发现弘法利生，这个是世出世间
第一个福报啊，我给同学们讲过，我在年轻的时候有照片，诸位可以看看，真的是不服短命之相，我自己都很清楚。啊，如何你没有福帮助你得福报，没有寿命帮助你延长寿命，用什么方法呢？老师就是劝我们出来学讲经，这是第一福，自利利他了，自己觉悟了，帮助别人觉悟。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，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。啊，那个时候大概我们有五六个同学，福很薄。啊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啊，老师叫我，我完全接受了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讲经三种布施一次具足了。你讲经要用身体。身体是内财布施啊，不是个听众啊。啊，你要学习经教，你不好好的学习，讲不好，讲不出来。这是法布施啊。修财师、修法师，无为在其中啊！念念希望自他，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，这个就是属于无为布施，一举三得了，改造命运的。啊，没有命中没有福慧，不是坏事，是好事。闻道佛法容易接受，如果命里头是大富大贵，反而对于修学佛法产生障碍，不肯学，不是坏事啊！啊，我如果命里有富贵呀，不知道造多少罪业。没有福慧，想做坏事，没有能力，没有缘分呢。那学了佛之后，明白了，绝对不会做坏事。啊，所以绝对不要抱怨。哎呀，我贫穷，这个贫贱，没有财富，没有身份，自己怨恨自己错了，
啊，你是修学圣道、修学大福慧的基础。啊，所以我有一些老朋友啊，见面的时候都跟我说，说你不错，你是老来福，啊，年轻时很苦，你越老福报越大，啊，越老越享福，这个好。不要年轻的时候福享完了，老时老年受罪呀，那就可怜了。啊，年轻受一点罪不在乎。啊，有身体可以能扛得过去。啊，年老受罪是真苦啊！啊，所以还是过去生中有一点善根，福德因缘。啊，遇到善知识、好老师。啊，他给我说的我都能听得懂，都能够吸收，也都肯照做。啊，所以老师肯教全都是尽义务，我们一分钱的学费都没交。啊，现在有能力报恩了，老师都不在了。啊，所以只有将老师的照片挂在讲堂，我每一天都看到他。每一天都想到他，不忘他的教诲，啊，以教奉行。啊，我们修学有成就，这是老师最大的安慰。我们对社会、对众生多一份贡献，老师欢喜。佛菩萨欢喜，啊，所以在一切世界赞叹诸佛的庄严，赞叹善友，赞叹圣贤，赞叹好事啊！啊，所有一切不善不提，不要批评，不要责备，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才能真正帮助社会。回归到清净和谐，和谐重要，清净更重要啊！啊，现在人讲求环保嘛，啊，心里的环保比外面境界的环保还要重要。啊，如果我们心不清净，外面环境怎么保都不会清净。在佛经上说的，心净则国土净。所以环保从哪里做起？从清净心做起，是真正的环保。啊，心里头有自私自利，
有贪嗔痴慢，有明文利养，就坏了。啊，环境哪有不染污的道理？第四，无三宝处啊，是法庄严。这个是什么？是现，就是表演，做给大家看。啊，这个地方的人不信三宝。不要三宝，那我们是不是要舍弃它？不可以，要生怜悯心。他对三宝不认识啊，他要认识，哪有不尊敬的道理？啊，就像我自己一样，我年轻的时候不认识，不知道。啊，总认为佛教是迷信，是宗教。啊，边都不想沾它。实际上，从来也没有看过佛书。不过佛书来看不懂，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啊，所以我这一生呢，永远感谢方老师。不是方老师，我不会幸福，不可能。啊，方老师把佛法真的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啊，我们才了解他是教育。啊，圣人的教育，什么叫佛？现在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佛。佛是觉悟啊，觉悟的反面是迷惑，迷惑是凡夫啊，觉悟就叫佛啊。佛在哪里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看佛讲的好啊，你本来是觉悟啊，这个话跟中国传统圣人的教诲一对照，完全相应啊。古圣先贤跟我们讲，人性本善，那就是本来佛吗？你本来是佛嘛，就人性本善。三字经上头两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你本来就是佛。啊，那你不要佛就是不要本善了。啊，不要本善，那你就是全恶。今天这个社会就是恶，恶业所感得的。太平盛世是善业所感得的。啊，连日本的官员都能说得出这句话来。啊，最近灾难频繁了。啊，日本一位官员听说他是一个市长。啊，他就说是，这是众生恶业感召的。日本人自古接受是中国传统文化了，保持的不错啊！啊，现在有一点变质，这个变质是什么？二战之后，西方文化进入了日本，啊，日本人逐渐迷失了本土文化。
我在日本访问，拜访水谷新政长老，我曾经跟他谈过，我们多次见面也算是老朋友了。他今年83岁了。传统文化重要啊，大乘佛法重要啊，要发心出来讲学、教学，教材大乘经典。样样都好。日本13个宗派。每一个宗派依据的经典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啊。为什么不深入研究？为什么不详细讲解？果然有人深入研究，详细讲解。日本会长治久安。日本这些灾难都可以化解。所以无三宝处要示现法庄严。那么今天大乘佛法确实可以用科学家的报告来印证。让大众真正认知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科学，佛法是哲学。像汤恩比博士所说，佛法确确实实能帮助21世纪人解决今天社会问题。此29种皆由弥陀之愿心，阿弥陀佛48愿所成就的二庄严者，兼净土论，净土论也叫做往生论，就是天亲菩萨造的，我们净宗无尽一论，这一论就是这个净土论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学习到此。